好，第一个，我们今天本来有设定电视五百家，叫小小水以杰，一个人就完成五百家。那你完成了一百次哎，我们那一百次哎，太惊人了吧！还有其他人，就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答案拉出来，所以我没办法看今天完成了多少件。对，但是一个人就超过了500，想来今天应该有1000。然后在这边过程中也有一些就是对界面的建议，然后回去会再跟工程师讨论。然后一些在比较大家共有的就是我们本来只有设定中间准心是农地还是建物，然后可是扩建的时候也是知道问外面的方框，没错，所以就是应该要问方框内，因为我们现在直接问 after 上面有扩建吗？这样不够精确。对，那其他就是会在讨论的事情，然后有请那个 Tips 这边有帮忙写了一个要在 GDB 的粉专帮忙发的文，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授权的连结没放到网页上，还有一些下面附就是 credit 的部分还没有写的完整，所以要等到下周三，现在工程师在改，但是希望是周三的晚上8点再发就可以了。已经改了。对，然后还有去 PTT 发文，这我要直接去询问一些平常在滑八卦版的人，他们习惯看的文种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仿做一边这样。雅安有在他的社团发？对啊，今天早上听完就马上发。好，那我等一下也把那个社团丢上来。好，那今天的成果就如此，谢谢大家。谢谢。